时代中天跨界演出。有句俗话说，别在伤口上撒盐。不过网络上有一个偏方呢，颠覆了这样的一个观念，引用了很多科学的这个数据，号称只要你的烫伤没有起水泡的话，你可以立刻敷上一层厚厚的盐巴来散热，而且这样做呢不会留下疤痕，真的吗？今天询问医生，医生嗤之以鼻，说这个做法只有一个效果，就是保证让你越来越痛。这位先生被烫到了，手痛的哇哇叫。观众朋友，如果是你被烫到，会怎么处理呢？敷过什么？芦荟、牙膏，牙膏有。以我们的经验，就是两嘴滴滴啪啪啪的，阿拢无。烫伤处理白白款，冲脱泡盖送，你一定听过。网络流传偏方却说，烫伤没破皮，可以敷一层厚厚的盐巴，不用敷药也不会留下疤痕。在伤口上撒盐，哇塞，多痛啊！就怕你不信，还提出理化论点，说烫到的时候皮肤温度很高，盐巴有吸热效果，就像冰块上的盐巴会吸热，让冰块加速溶解的道理，听起来好像很科学。不过医生说胡扯。覆盖这些东西，它其实它没有吸热，反而它是把热蒙在上面，那是更不好，更加重伤害的。医生说，烫伤敷盐巴不能消毒，只会更痛，严重的话还会让皮肤溃烂，留下难看的疤痕。别在伤口上撒盐，这句话真的是对的。中天新闻李东义、苏夏台北采访报道。